12斤猪咪与88斤女孩养成计划，早上6:10，猫猫闹钟准备就绪。我在刷牙，它会一直陪我。先煮水放凉，运动完可以直接喝，没有人能拦住我生成马甲线。我在运动美美在睡觉，但是我回来它永远会迎接我。自信的小天线，准备早餐，爱做饭但不太好吃，主打一个干净健康难吃。到饭点自动出现，好胖好可爱。到美美的早饭了，选了3样，美美仔已经等不及了，早餐都要被他看穿了。抓到偷吃小猫，能不能有配置吗？一下，它真的很馋，哈哈哈！吃上了，吃上了，吃完饭洗衣服，谁懂它吐了？眼不见心不烦，上个厕所忘掉这一切，不让它躺地漏，它就躺门口，站不了3分钟。我一定要和你分享今年最美的云。晚上6:30，那一堆糖猫是在哪吃？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啊？你说吧。别打扰我，怎么没看到吗？今天晚上吃这个炒蒜放豆角，装很会做饭，晃2下，蒜生磕愣到旁边，下肉试图炒熟磕愣到一块，加点生抽，加了点蚝油，怕豆角不熟，再加点水煮焖它，熟了拿进去。梅梅在做饭前准备撒娇精，梅梅今晚吃罐罐，吃饭了，吃饭了，我也要吃饭了，还有酸奶，饭后带梅梅称体重，健康就行。轻轻一记得一键三。